有没有哪位朋友想要亲自给海豚下指示的呢？那边的女孩子是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姓名跟年龄呢？我是小鸟游六花，我今年小学六年级。你胡说什么？请好好看着海豚的脸，然后左右晃动头部。经典的海豚，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毛巾？我没事。那么接下来请训练员大姐姐来教授怎么做出跳跃的指示。首先用右手食指指向天空，然后维持这个手势移动到左边的肩膀上。我会数一二三给出明确指示，到时候请把您的右手斜向上指。那就开始喽，一二三。哇哈哈哈哈，海豚现在完全掌握在我的手中。大人快停下来，给我龙狮。我抽到日本大山章鱼。